兄弟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走了，我要回 M 西班先找贝利亚他们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难道你忘了我们的梦想吗？哼，梦想，我们每天努力费尽心思拍这些视频有什么用？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们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努力了那么久就这么白费了吗？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次还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话，我们不仅解散，兄弟都没得做。会有人喜欢我们的。